查出车主的一名友人将保时捷跑车开到屏东县长里，那经于昨天持搜索票至嫌疑人住处搜索，那查扣作案用衣物，并且突破心防，那在屏东县寻回失窃的名贵保时捷跑车，那侦讯后依触犯刑法诈欺、窃盗及伪造文书等罪嫌，将犯嫌两人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。